2024年7月15日星期一，我要讲讲联盟在做一件大家不知道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事情就在小福利带领的队伍当中。小福利们长枪短炮的在准备着七哥出来的那一刻。今天没等到结果，饿了，吃得很开心。大家看看小福利在干什么，战友们在为他擦拭晒伤的脖子。快乐灭共就是在这不知不觉中，晒伤中，还哈哈乐中体现的。细心的一晨战友，色眯眯的一晨战友录下了这一幕。真的，我们那么多美丽的照片，那么多有历史纪念意义的镜头，都是小福利们拍摄的。那么多的战友在法庭内等待，没想到小福利们在法庭外等待。小福利说，你们怎么没有一个战友从法庭内跑出来通报一下情报啊？记住了，明天一定安排一个战友通报情报。明天纽约36度，小福利们保护好脖子哦。再会。